Galaxy GPU Party 2013啱啱喺12月14至15号喺上海浦东展览馆举行一连两日以玩家为题嘅活动。电竞方面自有英雄联盟同逆战两场赛事，而 DIY 极限超频又邀请咗10多个国家共20位选手进行为期两日嘅超频比赛。除咗涵盖电竞玩家同埋 DIY 超频玩家之外 ，Galaxy GPU Party 2013仲配合近年手机游戏热潮进行手游推广，加上多个参展摊位同埋产品展示，现场吸引过千名玩家参与，场面热闹。今次 Galaxy GPU Party 2013以玩家主场为题，分别设有电竞比赛同埋 DIY 超频大赛两项重点赛事。大会开始嘅时候，先由 Galaxy 全球執行長 Alex Lam 為 Galaxy GPU Party 2013揭開序幕。重点介绍 Galaxy GPU Party 的历史和意义，另外大会亦邀请到 NVIDIA 全球销售副总裁 John Miller 和 NVIDIA 全球副总裁暨中国区总经理 James Zhang 为大会致欢迎词。大会先后介绍了多款 Galaxy 最新推出的产品，其中包括专为电竞游戏玩家而设的 GeForce GTX 780Ti、HOF 平衡堂绘图卡、刚刚上市的平板手机 iPad S6， 还有拥有 8000mAh 高容量流动充电产品的 Galaxy。同时 Galaxy 也表示推出一款创 PCIe 界面，拥有高效能高容量的平衡堂 SSD， 还会推出一款10.1寸创 NVIDIA Quad-Core 处理器，只是考 7.8mm 的市场平板电脑产品，并预告来年将会为全球玩家推出更多多元化的高阶设备。除此之外，大会现场仲设有多个产品展示同试玩区，当中包括 NVIDIA Shield 同埋 Galaxy Galaxy 系列，同样都受到现场玩家欢迎。部分玩家对于 NVIDIA Shield 嘅整体感觉良好，而且喺进行游戏嘅时候非常流畅，好评十足。